像考大树、种小树哈、啊，这些啊，这些做什么？这历来你们自己看一下，不懂的时候啊，你看在做边坡是长五块呢。这一个讲，这种唔食草啊，这五块呢，这外来种呢哦，啊那种，你来看这种笨蛋地方，你去干做要死啊，要种草种要死啊。哎呀，那种用偌济钱，安那做你知道？好，安那冻水，安那这个这个哈。啊你吼、哦，你看到人家目屎流啦，啊，做什么补钙，然后定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体酸呐、啊，啊，再做哇，那个过程真的我都懒得讲，我都懒得，然后这是有书你看一下啊，哎，阿万的这样一对铁皮啊来滴哈，铁皮啊，你也看，那五组的所在另外一个这样，这一种就这样，九头龙，砍他一个头，他就长两个。你以为你治理了一个地方，其实它产生两个新的溃烂地，你再去煮掉一个，再生两个，啊，打个比喻，你不去理它的三黄马、五节马，发嘎病病病病，他们就一定要啊，不去理它的，自己长得都很好，可是呢，这个都是天然长出来，但你看三胡椒、哦、乌桕、白桕等等都长出来，正解匹配，哦，黑凯西花发嘎匹配有。但是呢，因不爱加，他们一定要这样。你看嘛，打桩边杂，你要才有，条件才有。然后呢，忙啊趴了，然后呢，肥料灌了，然后进去了，狗这样。然后转整齐划一，哇，很快，好漂亮。你看，绿化成功。然后台湾来的肥料不能倒了，肥料更多。他见不得天然的 diversity 的东西，他尽量用真的东西。第二嘛，那个有个影，两三年后，那个台湾奶又到分掉，结果没有理的地方长得很好，白袍子什么都种出来。啊，以前有籽，你要放一袋一袋，啊，阿咧，闹聊聊。这个是钟老师啊，你看我们去捡那些、啊。哦，哎，等下来，下底捡只铁就白白了啊！啊，你看一个一个啊，你看，好伟大的绿化工程，你知道吗？这些生态绿，这些所谓生态绿化，在政府的数据里面是80%-90%成功，他们自认为很成功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，我本来做这些记录是要在追溯。你要知道，30年前，我希望大家做一个计划，计划的题目叫做“人烟收灾”。在立法院，在公共场所，在什么任何一个公众人物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讲过什么话、做过什么事，你帮忙追踪宋楚瑜，你追踪李登辉，你们三个追踪啊、这个连战谁追踪谁，你们两个负责孙小英，也、欸、不是孙小英，那个叫什么？啊、你负责苏贞昌，你负责哪一个人？一个一个，所有记录任何言行全面登记，哪一个法案他站在怎么样？每一次要选举的时候，我们公告总公告，这个叫做人烟说灾，有没有？马总统很快会变成马前总统。马总统以前在讲话在骂陈水扁，人家前几天不是弄出来给他看，当已经掉到几趴的时候，就要知道、啊、要自己怎么样。鬼啦，那讲给笨蛋听的。你们看看，这种东西叫政绩。我们跟他建立应该怎么怎么的，任何一棵树，在周围没有树，生长一定非常完满。因为最大阳光利用，当我跟别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，我能够长的树叶变成只有这里一点点。任何人的行为，每个人不是畅所欲为，不是唯心所欲。当不同的因素加进来，我们就引起各种不同的互动关系的非常复杂的相关。我们强调的不只是个人的创发能力，也强调整体的和谐。各位朋友，几十年来呢，我看到无穷多的呢，很多很多的善根，因为欠缺自然的知识，欠缺适当的引导，而我们的国
家从来培养的专业基本上是违反这个土地的实质的事实，违反生态演地的道理，违反真的整个对我们永续世世代代发展最佳的这个途径。我们到现在还一直在强调，那所有在谈生态谈自然谈啊所谓的生态保育也好啊，谈一大堆所谓的环保，基本上是嘴巴环保，口号环保，讲话环保，没有人在乎实质的环保的内容。所以请大家不必背一大堆名词所辅助，我只是平平实实的因应任何的事实，实事求是，检验再论证，我不盲从也不武断，而只是数之客观事实的一再检验。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委托给专家了啊。那可是呢，台湾的社会，你们明天晚上就会听到，我想黄文龙医师就会强调，台湾这种社会有两个很奇怪的现象。第一个，权力差距指数，管理啊不赶快啊。第二，资讯不对等，你要开一个刀有没有，医生知道的跟你知道告诉你的，那个不对等的啊。然后呢，当不对等，当人民不知道的时候，人民选择什么？听信权威给他的指示啊。啊，在我没有那种检证原则，没有那种这个追求更大的善的这种。Yeah. 我们难道呢，你看一次地震，这个是神农大地，这个是麻竹，这个是什么？去搞对上面挖工农马社会啊，以后再盖个庙下面乱啊，又变社会啊。所以台湾你看看，那每一个庙那有什么乱纯的啦，就是这样。你看看这个有应公万善公，哦，来到这的时候，这只你知道这啥？这叫不生啊。讲到这就很出名。